穿雨中的他，这一身月光花能否带他伤的心归家，愿做他掌上的我走啦。你要过来，你就输。我再催动内力，逼他冷汗出来。啊啊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大捕官的毒性发作了？嗯。啊！但愿一切顺利吧。如果能早点查出内奸是谁，我们也能早点撤出紫禁城了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大师兄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你昨天亲眼看到我被送去侍寝，你倾城，你为光复大明的大业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，这份高义朱慈轩刻骨铭心，永不敢忘。本来我也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，可没想到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个清白之身。来，下面还要喝了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不生我气了，龙小弟。嗯，我听李公公说你昨天又熬到四更天啊，你身体本来就生病了，这么熬下去哪能吃得消啊？你不是那么讨厌朕又排斥朕，还假惺惺的来关心朕干嘛？你笑什么？嗯，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，我觉得龙小弟很可爱，在大臣面前威风凛凛的样子，原来也有像孩子一样赌气的时候。不过你跟我赌气啊，那你就输定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爹、我师父、我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跟我赌气，没一个人能赢，都被我气得半死。所以，你还是别跟我赌气了。是啊，你这赌气的能耐是很厉害。一想到那天被你推入荷花池，朕就气得胸口疼。好了好了，龙小弟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揉揉。
好点了吗？嗯，拿着。刚刚突然对我这么温柔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你有打什么主意？哼，我就说过皇上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人，跟你保持距离吧。你说我对你冷淡，我对你好吧？你说我别有用心，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这说来说去还是朕的错啊！别，不是您的错。 皇上是天底下最聪明、最正义的，什么都是你对，是我不对，错就错在，我一心把你当成兄弟，而且为你出生入死、为你挡刀子，但我却没有办法装成痴情淑女，去骗取你的宠爱。朕已经明白，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。 君子戒之在德，朕不应该太贪心了。放心吧，以后朕不会再勉强你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康熙没有捧你？嗯。难道他对你起了疑心？不是，他没有怀疑我，是因为鳌拜和吴三桂都曾选送过不少秀女入宫，意图迷惑康熙，康熙早有察觉。 他担心自己沉溺于男女欢爱中消磨志气，所以虽然他时常宣后宫嫔妃侍寝，但大都只是做做样子。实际上，他全部的心思都在政事上，对男女之事并不上心。没想到，康熙不仅有勇有谋，城府深沉，居然还有如此不同寻常的意志。嗯，以前他一心想要扳倒鳌拜。 真正掌握朝政大权，可如今，鳌拜已经下狱，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善后，他根本无心接近女色，所以，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我。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对我们光复大明来说，不是好事；但对于你来说，却是一件好事。现如今。 我已经不需要再牺牲自己的清白向康熙邀宠，就算他非要我侍寝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无法亲近我，是因为我早就心有所属了。我会一直爱护好自己。 不会轻易让人采摘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先走了。万事小心。李公公，来，给我吧，我来侍奉皇上吃药。 龙小弟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忘了，所以没守规矩。没事儿，朕又不是没吃过你的口水。你忘了，在摘星楼的时候，咱们俩偷吃御膳，那个时候你还带了山葡萄酒。爽，怎么样？哎啊，是好酒。 哦，那个呀，龙小弟还记得那天的事儿啊？当然了。
朕会永远记得。朕相信你也都记得。嗯。你这娇羞的样子倒还挺可爱的。对了，那个山葡萄酒呢？还有吗？朕一直惦记着那个味儿呢。有，我还留了一点呢。嗯，等过段日子你把鳌拜的案子结了，我拿出来咱们好好庆祝庆祝。鳌拜，朕正在为此事纠结呢。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呀？鳌拜这个人圈地擅权，还给皇上下毒，哪一条不是死罪啊？我看呀，直接把他的罪行公布于众，直接给他不就完了吗？你当是切西瓜呀，哪有那么容易啊。不说别的，就为了你的大补丸之毒，解药还在鳌拜手上，朕就不能砍了他的脑袋。是啊，虽然我哥哥一直在研究怎么把大补丸的解药研制出来，一直都不行，而且每当我大补丸这个毒性一发作，就会痛不欲生。龙小弟，你有什么办法能逼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吗？要让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答应他的条件。答应他的条件？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阶下囚，有什么资格跟皇上谈条件啊？傻丫头，这鳌拜可是三朝元老，还救过太宗皇帝的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掌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网，那可都是朝廷最重要的耳目。这些耳目都是鳌拜的心腹，受鳌拜的直接掌控。这样杀了鳌拜容易，但是朕就会失去朝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，变成瞎子聋子。那些在暗中反对朝廷的个人和组织，朕也无法掌握他们的动向。所以这就是他威胁你的原因。他要朕赦免他过往所有的罪，朕可以免了他的职务，但是必须由他继续掌握这条情报网，他才会效忠于朕，并且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可是你觉得他真的会效忠于你吗？朕才不会相信他呢。朕被他欺压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整顿一下朝纲，若就这么轻易地饶了他，还受他挟制，朕的心里为师不甘心。嗯，哎呀，龙小弟，虽然这些国家大事呢我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是天子，是全天下最大的大丈夫，所以为了江山社稷，偶尔委屈一下也没有什么。再说了，鳌拜最近肯定会跟他手下的那些人联系，你呢可以派人去盯紧一点，等到时候把情报网全都掌握以后也不迟啊，对吧？你说的对，朕是天子，是天底下最大的大丈夫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也为了朕的老大叶欢，朕就答应鳌拜的条件。龙小弟，老大永远支持你。嗯。听说皇上被这个李易欢蛊惑得淋了雨，上了龙体是吗？啊，皇祖母，你别听宫里那些人乱嚼舌头，这孙儿啊，不过就是看到老天终于降下甘霖，这才一时激动，不管不顾的就冲进雨里欢庆了。此事和易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孙儿啊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已经服下了一剂药，好多了。哎呀，易欢易欢，叫得那么亲呢。其实这李易欢没有进宫之前，皇上可不是这么容易冲动的。不管是天大的难事，或者是天大的喜事，皇上都不会情绪失控。皇上应该明白，龙体的安康就是朝廷的晴雨表。皇上在后宫打了几个喷嚏那不要紧，哎，这朝廷上下就是几番波澜。皇祖母批评的是孙儿知错了，孙儿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放纵自己了。嗯，听说你准备赦免鳌拜放他回府。对，这鳌拜侍奉我大清王朝三代君王，他的性子
想必皇祖母也是一清二楚。若是硬拼到底的话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所以孙儿就答应了他的条件，放他回府。只要他还和他手底下的情报网有所联系，那孙儿就能找到机会。皇上之所以肯赦免鳌拜，不仅仅是出于公心吧？听说这李易欢是中了鳌拜下的毒，这解药是一直没有找到。皇上，你可心里着急啊？皇祖母，这易欢是为了孙儿才中的毒，孙儿自然也想公私兼顾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绝对不敢沉溺于女色。对于这个易欢啊，孙儿不过就是觉得他活泼可爱，又会一些这后宫中人都不会的小技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逗皇祖母开怀一笑。皇上，你喜欢他，不必拿哀家说话。皇帝嘛，这身边有几个逗你开心的女人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只不过是你要记住啊，这古人说的好啊，情深不寿啊。当年你的皇爷爷、皇阿玛，那都是不顾江山社稷呀。多少年来，哀家每每想起来，会为他们惋惜、痛心呢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江山美人，孰轻孰重，孙儿心里有数。鳌拜，朕念在你过往的功劳上，又看在易欢的情面上，饶你一命，改为削职圈禁。从今以后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你不得离府半步。罪臣明白，罪臣定会每月按时送上两颗解药，以保史书姑娘和李太医的平安。这情报网虽然现在继续由你掌管，但你要是收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朕禀报。皇上放心，为了回报皇上的宽仁，也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更为了罪臣这颗悔罪的诚心，罪臣定会好好的打理这情报网，并随时向皇上汇报。鳌拜，你说你在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以及反清联盟中都安插了眼线，这么多年你可搜集到什么重要的情报？皇上，可否先让无关人等回避？你们先退下吧。这皇上，这鳌拜虽然现在认了罪，可是他武功高强，万一他突然行刺，这外面的侍卫根本来不及护驾，不如让我留在这儿，还能帮您抵挡一阵呢，您觉得呢？好了，你既然不想出去，那就留下吧。是。皇上，行了。易欢是皇宫里边朕最信任之人，也是朕最心爱之人，你但说无妨。一个月前，罪臣得到一件密报，说是当年这崇祯帝吊死在万寿山之前，留下了一个铜匣，这铜匣里装了一份藏宝图，据说这批宝物富可敌国，得知者便有能力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，以对抗我大清王朝。难怪当年多尔衮进京之后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宝物，原来崇祯那个昏君早有准备。除了这份藏宝图，这铜匣里还有一份名册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反清联盟的各个秘密据点，以及潜伏在我大清王朝上下的逆臣贼子的名单。那就更重要了。我大清虽已入关30余年，但是天下还有不少人心怀旧主，不服我大清的统治，这朝野上下必定还有不少居心叵测之人。哎呀，花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皇上，奴婢的头疼病又犯了，能不能
让奴婢回奴婢的永乐斋休息一会儿。肯定是你刚服下了解药，这毒性还未清除。这样吧，你到朕的御榻上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不用了，这皇上的御榻，奴婢怎么敢去躺呢？你什么时候跟朕这么客气了？啊，你必须得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，要不然呢，朕不放心。来，走吧。皇上。你好好休息一下，皇上。进来吧。那个铜匣现在在何处？回皇上，当年多尔衮得到了这个铜匣，却未解其意，所以把这铜匣连同其他物品一起收入到了国库。三个月以前，罪臣得知了这铜匣的秘密，并到内务府找回了这个铜匣，拿到了府上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居然不禀报朕，私自拿回了府上。罪臣该死。不过，皇上已经派人查抄了罪臣的府邸，想必那铜匣现在已经送回到大内的宝库了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索额图，便让他把查抄敖府的所有账目一起带上来。这，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必须赶在索额图来之前赶回永乐斋，把铜匣给藏起来。皇上，奴婢这不是余毒未清，而是奴婢的头疼旧疾又发作了，能不能让奴婢回永乐斋，让奴婢的哥哥给奴婢治下病啊？你都疼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回永乐斋啊？朕现在马上就传你哥哥过来。皇上，不用了。奴婢如果在这儿治病的话，恐怕会影响皇上处理政务的。没事儿，这索额图住在宫外，过来还要一段时间呢。朕先选你哥哥，让你哥哥过来给你看病。你要是不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话，朕这个心里啊，放不下。来人，传李太医。龙小弟啊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你这不是急死我呢吗？等朱哥哥来了，我暗示他赶在索额图前面去把铜匣藏起来。禀皇上，李太医采买药材去了，只有蔡太医当值。朱哥哥一定是去慈航药铺跟爹接头了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这次出宫的可不是时候。是舒姑娘突然头晕，你过来给她瞧瞧。是。待微臣给史舒姑娘扎上几针，先止住头疼再说。皇上，哎呀，奴婢的头疼好像好了。皇儿，你可不能因为害怕扎针就不配合太医给你治病啊。没有，是真的，奴婢的头疼就是这样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奴婢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？真没事了。好吧，你先退下。是。现在怎么办？哎，完了吧，这下死定了。奴才没有见过。大胆索额图，朕让你查抄敖府，你就借机中饱私囊。
若是平常的宝物也就罢了，朕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这个铜匣关乎到我大清的国运，到现在你还不肯交出来，你要多少脑袋让朕砍呢？皇上，奴才对您不敢有所隐瞒呐。奴才这次查抄鳌拜府，确确实实是小捞了一笔，可都是些普通不过的金银珠宝啊。奴才实在是没见过什么铜匣子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那天查抄鳌拜府，史书姑娘她也去了。皇上，奴婢全招了。奴婢是顺了好多金银财宝，可是那是索大人说的呀。索大人说那是皇上您默认了的。索额图不敢撒谎，那这个铜匣一定是被你顺走了吧？皇上，你也知道奴婢就是个糊涂虫，那天顺了那么多东西，高兴的都忘记东南西北了，哪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铜匣呀？那铜匣是不是在永乐斋啊？如果是被我顺走的话，当然是放在皇上赐我的永乐斋啊。好，那朕就亲自去跟你看一看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许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太皇太后，你们二人听明白了吗？这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老大，你把东西放哪儿了？我怕你给我派过来的太监宫女啊手脚不干净，所以我就把那些都藏在床底下了。不过你是皇上，你肯定不能跟我一起钻床底吧？还是奴婢去吧。你个笨丫头，朕是不能跟你一起钻床底，但是朕可以跟你一起把这个床挪开，对吧？您说的对。老大，这个铜匣还真在这儿呢。老大，玄太医，玄太医！皇上，臣们一时旧疾发作，晕了过去。那他这个头疼的病有根治的办法吗？他这病打一出生就落下了，时不时就会发作，微臣想尽一切办法也没办法根治。你也在啊？啊，老大，你好些了吗？李太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刚刚的脸白得跟纸一样，真的要吓死朕了。其实要治我这病也不难，只是没有药引罢了。朕知道你跟朕说过，要根治你的病需要三颗龙珠做药引，这个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。只不过朕自八岁登基以来，面对风云诡谲的诸多变局，性子早已磨得极为坚韧，恐怕
真的流不出来了。我知道呀，你是皇上，是天子，岂能轻易流泪？不过如果想要你流眼泪的话，挺简单的，直接灌你一碗辣椒水，别说是三滴了，就是一盆也没问题。你这病情刚刚好转，就想着欺负朕，看朕怎么收拾你。哎，穆小弟，我头还晕呢。情愁。